比你吃东西，我总归要吞点花生米吃吃，一天要搭两只吃吃。哎，你小侄蛮欢喜吃了，搭两只吃吃的。河南的2024年的新花生米一包2斤，花生很干净，没有杂质碎粒，颗粒不是很大，大小也不是很均匀。挑拣了一下，挑出了这几个看不顺眼的花生米，分量很足，除去看不顺眼的，还有1200克。我有一个榨花生米的小技巧，在榨制前用滚水泡1分钟。然后倒出来控干水分，如果马上开榨，用厨房纸吸干水分以免爆油。冷锅冷油，把花生米倒下去，一次不能倒太多，2圈小火不停地翻炒，炒到颜色略微变黄就可以了。第二锅要等油冷却，趁热的时候加点盐，加点糖，拌匀。开水泡过的花生松脆不硬不伤牙。我刚刚炖出来花生米对吧，松脆不硬，不伤牙齿。那么阿拉屋里向花生对吧，还有只老大用的，就是做热饮，特别是秋冬季吃了胃老适宜的。花生、红枣、黑木耳、山药、黑豆、大米，500毫升清水一壶荡。花生米是一种很廉价的坚果，营养丰富，可以搭配很多食材做饮品、做菜当零食。秋冬季上半夜肥，下半夜肥，吃了老暖热的，老适宜的。